手游酷玩。老婆，你还在生气吗？哼，老婆，别生气了，都是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那你自己说说看，你错在哪儿了？今天在商场，我不该说那个包包贵，不应该拦着你买它。老婆，你就当我是个屁，放了我吧，别气坏了身体。我才不会放你这么臭的屁呢！哼，你就是一坨臭狗屎。狗屎就狗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和狗屎计较了啦。行啊，你终于承认了是吧？几人踩到狗屎，哪有不处理的道理啊？气死我了！狗屎命运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